小强，你怎么这么调皮，一个人跑出来玩耍呢？哥哥，你叫他小强。哎，你小心点啦！妈妈，别紧张，我昨天认识他的。你看，假的啦！假的吗？玩具。就算是玩具，看起来也好像好恶心哦。哎呦，哥哥，你玩具不要乱放啊！我刚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差点把这个屋子都给掀了。哦，这是我昨天那个文具店送我的礼物嘛。啊，别紧张，深呼吸，吐气，世界很清新。啊，好恐怖。Hello, everybody， 爷爷来喽。刚刚怎么了？怎么声音这么大呀？是我啦，爸，不好意思哦，应该是我叫太大声把你们吵醒了哈。嘿嘿，不会不会啦，我刚好啊滑滑手机，觉得哎什么声音啊，跑出来看。不过你妈可厉害了，她在收拾她的衣服放到衣柜里面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个声音完全没有影响到她。哇，这么厉害哦。啊，爷爷你也很厉害吗？真的吗？是不是我很厉害啊？嘿，哎呀，好可爱啊！这不是你昨天带回来的小强吗？哦，你也演一个惊吓的感觉嘛。啊，那给我一个机会。好。爷爷，爸爸回来啦！回来了，这就是惊吓。老婆，辛苦你了，上了一整天的班，一定很累吧？老婆，你在家里才是最辛苦的。哎，你还要再折衣服，还要再扫地，还要再煮饭。在家里你最辛苦，还好啦，哪有你辛苦，在外面奔波一整天都是为了我们整个家，好辛苦哦。我不只为了这个家，我还为了你们都辛苦，我们知道了，知道就好哈。好，帮妈妈折衣服，妈妈你去准备晚餐。对呀，老公洗洗手，差不多可以吃饭了。没问题，谢谢你们呢。赶快折一折，我去叫妈妈吃，来来吃饭哈。妈，出来吃饭了啊！妈，妈，妈，出来吃饭喽！哎，爸，哎，妈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她不是在整理衣服吗？没有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好，我去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哎，那个哥哥啊。来帮忙端个菜，我要折衣服。哎，哎，没关系，你去帮帮忙啊。哦，来，还剩下最后一张。哎，老婆啊，你干嘛突然冲出来啊？你说什么呀？刚刚儿子叫你，没听到吗？听到什么呀？算了算了，吃饭，走。吃饭吃饭，走啦。对呀，来，小心啦。我指这边，老太婆走那边。对呀，好调皮呀。好香啊。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。你试就好了。好，坐坐坐坐坐。哇，超香的，老婆好辛苦啊！来，大家吃饭喽。好。趁热吃，趁热吃。今天有哥哥最喜欢的花椰菜。哎呦，妈妈谢谢。太好了，来吃吃吃。哥哥最喜欢的是高丽菜，对不对？来多吃点，奶奶帮你夹。高丽菜，老太婆，是呢，花椰菜，花椰菜，高丽菜，都吃都吃，对对对，我都可以，我都可以，都吃啊，花椰菜、高丽菜都好吃，有肉又有香菇，吃饭吃饭哈，好好吃饭。儿子，什么要洗碗呢？我们不是才刚开始吃吗？啊，待会吃完我再洗嘛。啊，没关系啦，妈，洗碗我来洗就好。刚刚爸爸是说吃饭吃饭。
饭啦，要出去吃饭啦、啊！啊，都煮好了，媳妇煮的这么的色香味俱全，我们在家吃就好啦，不用去外面餐厅吃。对对 对, 对，来慢点吧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好好吃吃饭，吃饭。是啊，吃吃吃，没事没事没事哈。吃。奶奶，多吃一点。老头，你说什么？我没说话。深点，我没说话，你没说话。啊，那刚刚是谁跟我说话呀？奶奶，是我。我说你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好多吃多吃多吃。老太婆，你好吗？老太婆，我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今天怪怪的？啊，你才怪怪的！怎么突然说我怪怪的，还要比手画脚呢？没有啊，刚刚啊，大家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要是听不清楚啊，还有听不懂，你怎么啦？说话可以再更大声点吗？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啊。好像是哎，可是你奶奶平常听得可清楚了，什么她都听得到。你们两个应该不是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吧？怎么会说你坏话？没有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在你面前说，你今天是不是听得不是很清楚啊？你说我听得不是很清楚？哎，对对对，对，好像有那么一点怪怪的。今天听大家声音都闷闷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那老公，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带妈去做个检查？会不会是听力退化了？有可能哎，爸跟妈年纪都那么大了，有可能耳朵的听力都退化了。哎，爸，你改天啊跟妈去检查一下。不然呢、啊？这样继续下去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哦。这样可严重了。老太婆，我们啊找时间带你去检查耳朵好吗？耳朵好吗？带你检查耳朵好吗？好。好好好好好。爸爸妈妈，我刚刚在想啊，会不会是耳鸣啊？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的时候也是突然耳鸣，然后就会觉得耳朵好像闷闷的。然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哦，哎，有可能哦，比如说感冒啊，或者是鼻塞，坐飞机的时候都会这样，塞住听不到，就闷闷的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妈，嗨嗨嗨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哈，这样就嘣，听到了，我就哈，这样哈。再做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会放烟火吗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好像没有效哎，老公，没有用哦。可能不是耳鸣，我猜错了，可能是我猜错了。对，会不会是没有挖耳朵，然后有那个耳屎塞住了？哦，也有可能。我来看一看好了。哎，头奖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老太婆啊，耳朵里塞着耳塞，难怪听不见啊！老太婆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声啊？真是把我吓一跳哎！哦，所以你听得清楚了？我听得清楚了。哎呦，虚惊一场。
场，原来只是忘记拔耳塞而已，听力没问题啦。那就好。等一下有问题，我觉得很有问题。奶奶，这么大一个耳塞塞在你的耳朵里面，都没有觉得怪怪的吗？是有一点怪怪的，所以才说刚才听起来闷闷的嘛。都怪你们家爷爷，平常睡觉爱打呼，我戴耳塞戴习惯，今天忘记拿起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尽量不要打呼了，尽量尽量。是，尽量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大家快吃饭。好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刚刚说哥哥爱吃的是咖喱菜，对的。花椰菜也蛮好，对对对，排骨也很好。哥哥在长大，吃点肉，吃点肉，吃肉，吃肉。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留言，这样子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到我们萌萌亲子台精彩的影音哦。订阅、小铃铛、留言、按个赞。